9:22哦，我们从登山口开始起登。现在这一段是比较平缓的松针道路啊，现在是来到了1.5。2.7K 哦，要去前锋的登山口。前锋哈，往左边上去。照一张。0.8K 哦，800公尺。但是要上升差不多海拔400。800公尺哦，刚开始就是陡上。这个小夫妻树哈，哇，等一下要上个10步，就在前面。快到十步区哦，好，那是十步区，80。比较顺。在石铺上的大树，哇，好大！真的，长在石，快要到达石铺区的尽头了，哇！对呀。
登山口哦，早上9:30出发，现在是下午4:00，走了6.5个小时，包含休息的时间哦。哎呀，原本以为今天会下雨，结果老天还是给一个好的天气，虽然白抢，但是我们也完成了功德，不错，舒服。完成玉山前峰哦，功点哦，这可恶啊！这接驳车呢，在修路啊，没有接驳车可以坐，还要再走到大铁山，所以我们要继续上坡，走了，完成了玉山前峰哦，下一次就玉山主峰了，拜拜。